这是什么材料的？是不是真的？你看这玉质啊，清代，乾隆的。清代，这玉质你懂吧？哎，师傅，你给看看这个。我看合适吗？哎，没事儿，就帮忙吧。不懂玉还逛什么市场啊？ 你要是信我的，这10块新玉，是吗？哎，你凭什么说我这是新玉啊？哼，你搅了我的生意，你赔得起吗你？哎，不是不是，老板老板，我没有搅你生意的意思。他让我看，我就是觉得是块新玉，不是老玉。但具体是新玉老玉，我说了也不算。我觉得就是别晃尖太大。哼哼，买不买你自己决定啊。哎，好的，谢谢您啊。哎。 你别走，你懂不懂玉吧你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这块玉啊，真是好玉啊！哎，你知道那人是谁不？不知道。那你还敢当着他面卖假玉蒙人？他到底是谁啊？赵明德，大名鼎鼎。欢迎光临，您随便看看吧。 便宜了，最低价了，再便宜点吧，你俩便宜点，便宜点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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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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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赵叔，我什么？真的！你钱包丢了没？哎呀，是我的包。看少东西没？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急着呢！急着呢！ 鞋子，鞋子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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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哎呀，这他妈跑你！其实太黑了也。行了，我带他走了。你一个人行吗？没问题，后会有期啊。好。哎，大叔，你轻点。 他们要来找我呢。哦，没事吧？没关系，给你的东西。哦，谢谢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少爷，你躲哪儿了？谁躲了？我出来走走不行吗？老板找你，干嘛？找你有事儿？我不跟你们回去。少爷，你要是不跟我们回去，我们可就没饭吃了。 干什么？这不是臭哪儿侦探吗？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这边。哎，郭所长，郭所长，干什么？麻烦你给我舅舅打个电话呗。老舅，谁呀？姓老鬼。
这些啊，都是咱们为客户准备的礼品，回报大伙儿。不错，这个屋子呢是刚装修完毕的休息室。您请坐。请坐。您好，请问喝点什么茶水？问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您喝点什么茶水？咱就喝大红袍吧。就大红袍。好的。 老于呀，哎，这公司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一切正常。哦，对了，刚才顾县长来了，说了好些感激的话，说您是又修路又捐灯，完了以后还帮助解决了县里的财政紧张，呵，感激的不得了。哎，这都没什么，咱们的企业的发展不能光想着自己。对对，一来呢，我们是要 用在再发展和再生产，再有就是要为家乡的父老做点贡献，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走的正路。您说的太对了，所以全县的父老乡亲们特别感激您。说心里话，通过这件事儿，您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形象那是又……哎，客套话就不用再说了。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要求，打电话通知我。 我是郭顺，肖老婆的外甥叫赵明德给抓住了，在哪儿呢？人现在在我这儿。赵明德呢？他出去了，找这个失主做笔录去了。你想个办法，找个理由把他弄出来。好，我想办法。One two three four four， 摆出造型啊。One two three four。 怎么样？老师傅老师，还行。哎，郭同志，你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看腿有点瘸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郭同志，下来这个腿疼得更厉害了，都是老赵给打的，我估计啊，这腿都折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小花，所长，你带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，看看伤势严重不严重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乔六跑了。什么？郭所长，让我带他去看腿，可没等上车，他就跑了。那个骑摩托车的，肯定是他的同伙。骑摩托车跑的？郭顺呢？屋里。你先在这儿啊。啊，走吧。 郭顺，人呢？
我交给你的人呢？我让小猴带他去看腿了。看什么腿？看腿？人跑了，坐摩托车跑的。跑了吧？你喊什么喊呢你？你说什么话呢？你还是警察吗？什么人跑了跑了？我告诉你，别乱说话啊！我这西风路派出所可是全分局的优秀典型。他喊腿疼，说是你打的，我能不管吗？啊！再说了，不就是个小偷吗？你至于吗你？他人跑了，你还有理了？赵明德，我告诉你，别在我这撒野。气急了，我当政委就告你去。你还告我去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看人就是你放的。你看着，你放我还能抓回来。你看着，抓，抓去吧。肖老奎，又是肖老奎。我是郝刚，我是东安市公安局的，明天你能来报到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我明天上午准时到。好，那明天见。好的，再见。
嫂子，回来了，赶快吃饭。哎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快坐下吃饭。我不想吃。哎，坐下吃饭。多大了你，还让你妈着急啊？坐下。我让他们把你找回来，就是怕你有些什么事想不开。你说，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妈怎么受得了？你想要什么，想干什么，说出来，我来帮你，知道吗？吃吧。兰花，多吃点鱼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嗯。我吃好了。啊！别乱跑，好好学习你的动画设计。我跟开发区的陈主任已经说好了，他准备给你开一个动漫工作室。你也跟他好好说说，别整天胡思乱想。你说这俩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。老大呢？去参加西部杯舞蹈大赛了。舞蹈大赛，哼！哎呀，兰花。我让小李明天把西博房地产的账目拿过来，你给看一看。我听高主任说，最近的税收比较高，他那个会计做的账，我不放心。爸爸，我最近还是一看东西头就疼。那就赶紧看呀，好好休息，啊。对不起啊，爸爸。就这样。谁呀？嗓门这么大，进来。是。报告政治部副主任，警官郝刚前来报道。坐吧。是。这些东西放哪儿啊？放楼梯口下面吧。好的。你们几个呀，不愧是女中豪杰，都够厉害的啊！哎，欢迎你到我们那儿。好，听领导安排。嗯啊，来给我。拿不了，我待会儿再过来拿啊。
灯不错，过去拍两张。嗯，那儿吧。放烟火了。嗯，哎，你刚刚一说话，又被人嘲笑了吧？什么呀？那他们不识货，我来个正宗的南腔北调。 你说不好普通话还挺有理的啊！来来，站着站着，来，赶紧拍一张。哦，好。这是我从小走南闯北的证据。那你可以跟我好好学学嘛。那好，舒老师，什么时候开始上课？想拜师啊，没问题。不过我得出题考考你。好，出题吧。嗯，这样吧。 15分钟之内，你找3个陌生人跟我合影。如果你要做不到的话，你就请我吃宵夜。好，小意思。就算我找到了，我也请你吃宵夜。没问题。好，看。来，你看一下时间。好。开始计时。计时开始。好。 照张相可以吗？讨厌！哎，两位美女，麻烦你等一下，我是公安局的，我女朋友在那边。 哎，他觉得吧，你们两个身材特别好，穿的衣服也特别好看，想跟你们合张影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，哎，请。哎，两位美女，这边请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哎，来，您站这儿吧，我站中间。好。 有焰火，来再来一次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嗯，谢谢。没关系。那回头你怎么给我们呀？照片？你们给我个 email 吧，回头我把相片发给你们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，然后直接联系。这样也可以。好，没问题，您记一下。幺三九。零幺三九。零幺三九。零幺三九。你打一下。 你看，通了吗？通了。哎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吧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嗯，好，谢谢啊，两位。谢谢，谢谢。记得把照片给我哈。好，好，常联系啊。哎，考试结束了。还有一个呢。行了，一会儿满世界都是你电话。不可能，不是美女，我绝不会留电话。走吧，考试结束了，走。 你还要不要？哎，够了，够了。哎，刚才你怎么骗人女孩给你电话的？哈，我工大毕业的，这点小人物分分钟完成得了。工大高材生就会泡妞啊？错，射击、散打、架势、擒拿格斗，样样在行。切，哎，不过说正经的，你没干刑侦，去搞宣传了，后悔吗？这有什么后悔的？领导要干嘛干嘛呗。 怎那么不求上进啊？我还真不是不求上进，我跟你说吧，我特别喜欢拍照片，干宣传嘛，挺对我胃口的。其实，人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，真的挺幸福的。我想当刑警，还有技侦。刑警，技侦，技侦吧还行。刑警就算了吧，你跟女孩还能干这个？其实啊。
做刑警是我妈妈的愿望。你妈妈？嗯。你妈妈为什么想让你做刑警呢？因为她就是个刑警。哦。这好像听说过。我妈妈是在工作岗位上牺牲的。对不起啊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很久以前了。他一共解救了40多个被拐的妇女和儿童。在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被当地的人围攻，最后牺牲了。我爸爸到现在为止，还在帮那些他解救的人找工作。对不起啊，这些我不清楚。没事。这些我都不知道。那你爸爸挺不容易的。是啊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们家是警察世家啊。你不也是吗？那你爸在公安局应该有很多朋友啊，那让你想想办法。把你调到想去的部门不就可以了吗？我不想添麻烦。不过老实话吧，我觉得做技侦嘛可能还好一些，像你这个身体条件做刑警不太合适。你别看我长得又瘦又小的，其实我心里很强大的。我也感觉到了，难怪我总觉得你身上有一种跟别女孩不太一样的劲儿。怎么那么多车？亲爱的，我要喝水。你要喝吗？我请。嘿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？回去开车注点意，别太让我担心了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这条路啊，我闭着眼睛都能开回去。时间不早了，上去吧。嗯，嗯。你今天回来的时候，我没在家等你。哦，没事。我刚才给你打电话，你电话一直打不通啊。哦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回宾馆一累我就睡了。啊，嗯。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做点饭吃。
没事，我吃过了，不用。哎，老公，我最近比赛感觉好极了，有一那样转，你看我这样。不会跳，不要。慢点，那我先去换衣服了。好。满上，你这半杯，你喝什么呢？满上，给你满上，满上。不过这啤的太撑，有点喝不动了。那好，先把这点干了，咱们换白的。行行行，喝完这杯，喝完这杯，咱换白的啊！来来来来，哎，哎，哎，啊，我张明德。啊？哪儿啊？行，好了，我马上过来。来任务。老大，这样男的老喝不。军令如山倒。有任务。老板上，接一下。哎，老豆。苏总。来。爸，你找我啊？啊。乔六安排到哪儿去了？哎呦，别提乔六了，你把他安排到哪儿，他是一没事就干的老本行，哪儿行啊？爸，你得好好管管他。你告诉他，他再敢去到外面伸手，我把他手剁了。我知道了。你那个文化公司经营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古董销售也挺顺的，卖了几个国外的藏家，价钱卖的还挺高。哦。哎，对了，啊，我听说你现在又迷上了一个什么舞？哎呀，探戈吧，最近我在学探戈，那男人跳起来力量特足。谁家养儿都愿意他成为好的庄稼把式。可我偏偏养了个蹦蹦跳跳的娃。哎呦，爸，你以为我真的天天在外面傻蹦傻跳的？哎，你说咱们家前段时间那几个老物件卖到国外，那几个藏家不都是我在国标舞场上认识的吗？嗯，想不到这蹦蹦跳跳的还真卧虎藏龙。那可不是吗？你可真别小看那些藏家，个个都是国标高手。一听说我来自西部，都主动围上来，问我有没有老物件。我听说你最近又找了一个新舞伴儿。啊，爸是这样，我一直想借着我们国标这个平台，把咱们家的古董市场能一下子打到国外市场去。你说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兰花得了这样的病，光又不能见，声音啊又不能听，这各大小医院我都跑遍了，专家也都看遍了，也看不出个什么名堂来。但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没办法陪我跳舞了。我就是不想放弃国标舞这个阵地，那我只好再去找个新舞伴啊。他是干什么的？在省城的一家金融公司做事儿。有男人吗？有。干什么的？刚转业的。转到哪儿去了？现在在咱们公安局。公安局？爸，什么事儿都有利有弊。嗯。